你买个车你要考虑吗？这个要生个孩子，那你现在要考虑。是是是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朋友们，我是小杨，他是小米，他是我老公，我们是杨米家夫妻档，这是我们的儿子们。对，今天我们要去朋友家，巴黎小哥哥家去吃饭。对，然后我们买了这个花，这叫郁金香，很漂亮。巴黎，对，我们出发吧。哇，刚才下雨了，就是晴了，太舒服了，这个天气啊。我们才下去了，没想走。我们朋友家住的离我们家差不多，开车多长时间啊，小杨？十来分钟。十来分钟，你这个山东话太，山东味儿太浓了，我去。十来分钟，对，不是十来分钟。拜拜。哎，走。Later。到了吧？你看看人家住这房子多大呀！办，办，赶紧的，赶紧选房子买。我给你买。对，你看那小花园多漂亮。我们还住在公寓房里啊，走进去看去吧。你这花挺漂亮哎。嗯嗯，快，我把小的抱过来。哦，你感觉你见过我？我也觉得见过你。来了，不好意思迟到了啊啊啊啊！我们这个一出门就时间就拖延了。哇，这一桌菜。老婆，你看这桌上有一个东西你不吃的，什么指甲？哎哎，来来来，你吃，你敢吃这个吗？鸡爪子，这个是我的最爱，但是小杨不吃，他不喜欢吃，是吧？嗯，好吃吗？这坚果子？嗯，真的。薯片好吃。尝尝。哎，老婆，你也买个这个设备，你跟那个雪君学一下。回家给我做煎饼果子吃，啊，好吗？不简单吧？啊，假装没听到。他真的假装没听到。儿子在吃鸡爪子，老婆你有什么感想啊？你儿子吃鸡爪子吗？不行。你不会再抱他了吧？吃吗？啊？今天吃吗？他吃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，肯定好。小杨绝对不吃，他完全不吃的。这里也是辣的，你看。不行，我也吃一个。吃吧。等待多时的这个鸡爪子，你从哪买的？哦，难怪。从哪买的？不能告诉你。哎呦，还是秘密嘞！我，那我以后光上你家来吃啊！我上你家来吃啊！我跟你说。饥饿营销，我去，你太狠了！我以后上鸡吃鸡爪子就上小郭家来。你老三，嗯，比老二有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多久啊？六年。那我老大和老二也六年。一般老三都会多久？这隔了不久，一般都是。嗯，我跟家隔了十几年。我这个老大，嗯。现在是，我真现在记性他妈十六岁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十六岁了吗？你几岁啊，哥？我只知道我七六年，四十，跟我差一轮，嗯，四十五岁了，嗯。你是属龙，属龙的，就是说我老大，我也是，我老二不是，他现在是已经是七岁了，不爱理搭理我们了，哦，小的呢就没。每天回来就爸爸要抱着我怎么样啊，就撒娇，就是我很珍惜这对这份，没错，叫孤独老人，那个通常老人没有温暖的，就生一个孩子没有温暖陪伴一下。嗯，你是老三的女儿儿子，那就刚才在这里吗？那小的，哎，还是你小的那个老大老二是什么？老大已经十六了，老二十四了，男女再加个最后一个。哦，你这个好哎，青春期他都外里人了嘛，因为你这个不用赌了，我这个得赌一把，到底是男孩女孩，我想要女孩，你两个是两个儿子，儿子，你儿子在赌，我赌一把，我再一个儿子，你还有一组，我就直接离家出走了，这单亲妈妈带三个男孩，这辈子就不用干别的，就伺候这仨儿子，太狠了，嗯，老婆全职妈妈是吧？嗯，哦，那只能是这样。嗯嗯，老婆你别哭了，这比干活累嘛。全职妈妈，嗯，全职装修，嗯，
哦，还装修呢，油漆，就是除了上班以外的所有的活都是。嗯、那你这不厚道啊？嗯，家里的那些，连那些树子、树要割树啊，这些全部都是他的。哇、哦，你这么厉害，你常人啊？嗯，你也别上班了。哈哈，不让他上班不可能，这个是必须女人必备的生存技能。你别这样说，你是大男子主义了。他老婆正在那个在弄垃圾，现在就弄垃圾，过去的一看就看到了。哦，是吗？那一会儿我就采访一下。基本素质是清理垃圾、装修、看孩子，是吧？基本技能。做饭，这个不会就我不娶你。你这个部分是不是、啊、那个这个圈子比较难融入、嗯、这是我们慢慢培养出来的、哦、不是说什么不能别这样说，我培养不出来是吧？我天天给伺候他，我打扫卫生、做饭、洗衣服、装修，搬到这儿来就会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。这个郭老板也有这个现在有这个曲线啊，有这个文化。好有，但你要得扛住才行。不扛住不行，扛不住不行。对，那当然了，有得必有失啊，有得必有失。老婆咱搬回来。烤个串很舒服哎，后来自己收拾，真棒。之前来的时候不是这样。哦，这是金针菇是吧？金针菇。哦。哇，这院子真好。哎。二宝跑了，二宝。好嘞，熟嘞，走人。老婆，金针菇来了。金针菇。哇，太棒了。不是，关键你这一点儿，这不够我塞牙缝的，兄弟。哦，啊。对，是的，嗯。可乐刚才说，我看到了我儿子的绝。看见我儿子的绝。哈哈哈哈哈！山东烟台的苹果啊，山东烟台的苹果很有名，是吧？嗯，我们是济南的。你看他们多热闹，孩子多了热闹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我就想让你给我生个小公主。你看，你看，啊、后面他在跑。好可爱啊，太可爱了！老婆，你再考虑考虑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再给你一周的时间，你考虑清楚，行不行？有时间限制。阿姨说了，有时间限制，不能耽误。时间限制不行，知道吗？那要多长时间？一个月，一个月行吗？一个月，一二三七。就是跟我们一起喝酒了，很想休息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谁很想休息？手机壳后面写的是很想休息。他说 no， 你不可以。我们一起喝酒的已经在休息了，很想休息吗？我们就拍后面了。老婆，你看，今天你看，今天我们来的，我们两个家庭都是三个孩子。嗯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体验一下，我们看看，你看人家多幸福，人家老大是男孩对吧？嗯，老二是女孩，好帅啊！老三又是儿子。嗨，你们好，你们好 ，Hello， 你好。那你爸爸妈妈给你吃肉的时候，会给你哥哥也吃肉吗？我不想吃肉。你喜欢吃什么？年糕。年糕，那你哥哥如果也喜欢吃年糕，他多吃一块比你。我的哥哥不喜欢吃年糕，我被冷场了。谁是哥哥？哥哥在哪？哥哥几岁了？我老公在英年级，我十岁。哦，十岁啊。弟弟呢？5岁。然后妹妹呢？他没有五岁，他是2岁。啊，你几岁了？我8岁。哦，爸爸是不是对你很温柔啊？哦，是吗？那你烦吗？不烦。你看了吗，老婆？你看女儿都说不烦，你看你有什么吃醋了？我要个小公主不行吗？你自己吃那个。我觉得通过这一次家庭聚会，我觉得让小杨更加有信心可以要一个女儿了，是不是？想多了，老母。我做出了太多的努力了，好吗？好好，你到最后还跟我说我想多了。我在想，我在考虑，知道吗？你买个车，你要考虑吗？现在要生个孩子，那你现在也要考虑。
是是是是，没错没错没错，特别的那个了、我觉得第一步还是我们在这周边买一个别墅吧，先把这个事办了再说。 OK， 好了，我们回家了，赶紧谢谢我们的朋友们小郭郭，谢谢，谢谢雪君，期待我们下次再来蹭饭。下次再来蹭饭。你干这个事。OK， 好嘞。下次见。下次见，朋友们，继续支持我们杨米家夫妻档。关注我们杨米家。